Stop this. Thank you.
啊？外套。饿肚子哦。来。我知道你在看。
来。好好好七好没关系不要碰自己的话，自己的话。
阿推哦，他叫阿推哦。阿推。星星，你要上洗手间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耶！这边啊，一二三耶，快点！一二三，耶！好。
休想走。好的。哇！没想到我们家这么快就盖好了。圈，你要住哪一间？我看不到你的脸。我需要有水的浴。有水的、啊。那就浴室了。是水浴。充电站啊，摩托车的电池啊。要去那个蛋糕店吗？对。就应该先去吧。对吧？我有水，你要吗？好，那你不是有带一大瓶的水？没有。啊？今天没有，因为要去全家买，我忘了。对，非常对。我还要，我再来一个，我买两个。
会后悔。会吃吗？会啦。会胖。家里真的很少零食哎。我的水，你的水啦，快点拿出来啦！到底要盖好啦？喂。要用袋子装的。他写最后一个礼拜天，他不是就是个礼拜吗？
上逛一圈就好了。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
行。没有，要不然一起上去啊。我们两个去探班。好吧。就个水塔而已啊。喂，真的是水塔而已啊。真的是水塔啦，真的很普通啊，不要太多的期待。我就不过去了，还是你们不过来了。
所以你马上那边发出话费。掉下去哦。我们要去找妈妈，快点！还是我们先去那个古厝。剩下的水给你喝啊。
先过去再绕回来，我忘记拍那个刚开始的样子。哇，为什么我们家前面没有这个？好浪漫哦！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哭。哎、欸，喂！我没在看。喂、啊！我也要哭了。你有告诉我要停下来吗？你有说吗？有吗？你有没有说？有没有说？如果没有说的话，不要再说了，只剩下这一点点。等下看到全家的时候再停下。没有说的话，下次找你。对啊，什么都没有讲，要怪别人。不想喝就算了啦，最后一点点我喝掉，来给我。婴儿车呢，是给人家放东西的。你这么巨大，没有办法上车了。你再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带这一台车出门，然后以后你背包自己背哦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这样你会哭更惨哦。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哭？你哭的话，这一台就不带出来了。背包以后自己背，很重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没有办法。
柚子吗？好大，超级大柚子。这就有古厝吗？啊！啊，他们怎么都不知道？怎样？老鼠啊！好恶心！我今天已经看鸟啊！哎呦！赶快！醒醒，坐着。